没事儿，你醒了就好。不是我说丫头，你刚才做梦，你还卖土豆呢？你，感觉卖了好久呀。哼，土豆十万一个，你虽然醒了，但赶紧去看看脑子。林爷爷，若曦醒了就好，我公司还有工作要处理，我们先走了。对，我们严总一天可忙了，日理万机都跟你说，我也赶紧回去给严总按摩了。<笑>吃了饭再走吧，你们也累了一天了。 一会儿我让我的司机帮你们送回去，不用了，林爷爷，我还要回去按摩呢。对啊，不对，我还要回去处理工作呢，下次再来看您。哎呦，你们这么走了，我哪好意思啊？若曦的救命之恩，我不知道怎么好好谢谢你们呢。我说你这老头儿，你就别假客气了你啊！我和严玲马上结婚了，你赶紧准备点大礼来，来点实在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好的好的，一定一定。林爷爷再见。哦。 三哥哥，我说你这丫头，你以后你变。你别乱吃东西了。走吧，严总。去哪儿？当然是回公司啊。杨有三，我刚救完若曦，我现在特别累，难道你不知道我特别累、特别饿吗？对不起，严总，是我疏忽了。走，那我们去吃大餐，我请客。不去，我减肥。啊？好，那不吃严总，走，我送你回家。 杨有三，我现在特别饿，难道你就一点不知道心疼我吗？严总，那我们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？严总，杨有三，我是为了不想让你惹事儿才答应救若曦的，还有，我为了谁减肥啊？还不是为了让你在婚礼上更有面子？你凭什么让我饿肚子不让我吃饭？啊，严总，对不起。 那我们去吃饭，我请客。那我不减肥了。我怎么感觉严总是要找我茬啊？女人还真是善变啊。还有，为什么你跟若曦在一起的时候是你开车，可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得我开车？啊，严总，是我疏忽了。来，那我开车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开。下车。啊，你下去，我自己回公司。你别生气呀，严总。 啊，你下不下去？你别生气，下车。那我走。那你慢点开，你慢点啊。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搞不定的，恐怕就是严总。哎，老大，你怎么来了？吓我一跳。黑煞盟已经铲除了，冷兵，黑煞盟已经铲除了，你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。我真的没想到。 你竟然用那么狠毒的手段对一个小丫头！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我有话要说。闭嘴！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之前是因为顾及咱们两大家族的婚约，还有老一辈的情面上，我一直忍让于你，才把你惯坏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你竟然对我的警告置之不顾，敢碰我的人！我说过，之前的一切还有更过分的等着你。白痴！ 让他和黑煞盟一样彻底消失吧。不是我做的。什么？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做的。你还想狡辩？我绝对不会因为私人的情感去做毁坏黑煞盟前途的蠢事。在事发之前，我就已经察觉到，在我身边可能存在着叛徒，并且已经暗中调查。你继续说。但是为时已晚，在我没查清楚之前，这个人已经抢先下手，给那个丫头服下了黑煞丸。 这个人肯定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他清楚地了解黑煞盟与暗夜之间的关系，这才给那个丫头服下了黑煞丸，激怒，这才挑起了两大家族之间的争端。你的意思是有人精心策划？是的，借暗夜之手，灭我黑煞盟。我凭什么相信？杨有三，我之前的行为的确过激，但是出发点还不是因为我太在乎你。 你觉得在这种事情面前，我会骗你吗？这个神秘人的诡计已经得逞，他也就是你暗夜的敌人，你难道就这么轻易的让他得逞了吗？白痴，在协助冷冰彻查神秘人。是。有三，你为什么总是用这种态度对我？哼，你之前的所作所为，这个态度。 已经算好的了。黑煞盟已经完了，婚约也解除了，你难道对我就没有一点愧疚，就没有？
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？没有。唉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伤心欲绝呀。老大，梅代集团这几年艳福不浅啊。少废话，有什么艳福？你看严总、冷冰各有特色，哎对，还有那个小若曦也挺可爱的嘛。你喜欢啊？你想要全给你。那我消受不起。少贫嘴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撤了。是。贫嘴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撤了。是。您的大门永远向严总敞开。少贫嘴，靠边。严总。冷冰，你怎么来了？杨老三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那么欺负人家呢？我，冷冰，你跟严总说什么了？冷三哥哥，你干嘛总欺负冷冰姐呀？你这丫头怎么也在这儿？你忘了黑煞完了吗？谁让你来的？我挣的，他们怎么不能进来了？杨老三，没想到你以前还有婚约，你取消也就算了，你还这么欺负人家冷冰姑娘。我，严总。我没事儿，我只是有点委屈罢了。冷冰，你什么你？人家冷冰这么温柔的姑娘，你干嘛那么凶她？严总，你说啥？你说她温柔？有三哥哥，我都听说你去人家冷冰姐家里闹了，你要是再欺负冷冰姐，我就不跟你玩。你，冷冰妹妹，以后我们就是好姐妹了。她再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替你做主。还有我。冷冰妹妹，你身材好好啊。你平时怎么保持的？就还好，就是平常经常锻炼而已。哎，冷冰姐姐、严玲姐姐，我们去吃冰淇淋吧。我不敢，我最近减肥呢，你们吃吧。好啊，那我陪你去。冷冰姐姐、严玲姐姐，我们去吃冰淇淋吧。我不敢，我最近减肥呢，你们吃吧。好啊，那我陪你去。行，那吃完冰淇淋我们去看电影，最近有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。好啊，我新开了一家美容院，晚上带你去试试吧。好呀。哎，带我一个。美完容，我们去做指甲吧。女人心海底针呐，他们仨成好朋友，我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他妈不活了。神功护体，刀枪不入，况且我也不忍心对自己那么狠，看来只能把自己给憋死了。憋了三天都没死，不行。既然憋不死自己，只能把自己给渴死。我一滴水也不喝，神仙也难救啊。2000 years later， 要渴死了。看来真的能如我所愿了。严总，来生再见。矿泉水业特大奖，今天终于出来了。